一年又一又转，新的一年终于将到人间。四月的钟声，零碎的包装，家人的春联，墙上的喜地，或者说明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是伟大的福动。 这是新一年的开始，我要把过去的种种视为杂乱一时，我要把未来的种种有一种坚韧的心声。